绑腿？好吧，我还以为我已经见惯了。啊，开始吧。这可咋整？你躲不掉啊！扫堂腿，经典的护盾猛击，还行吧，刀肉都不多，我学的两级没学 W， 这波刀应该会 W 起手，我试探一下。有点痛，但是他也只是消耗厉害，给他来一套狠的他就不行了。耗血的比较厉害。咋了？要踹我？现在血量差不多了 ，W 好。接第二个字。太大不大，我跟你讲。他想留着这个大招躲我的三段 Q 啊，所以说这种情况直接原地 A 一 A。小火龙要被抓了，点过很多信号了。
被抓就不能不关我的事了。全力在推了，但是没用，还是死。按理论上来说，抓完小火龙应该是没大的。掉个闪，再扛一下好像会死。打断了他肯定跑不掉，下个E很慢。没事干，回家吧。啊，根本动不了呀。下吧，我要去刷安静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想看你玩下巴玩青钢眼的样子啊。去呢？这个门怎么不做呀？得来啊！得来啊！得来！
你刚刚是不是在挠我啊？跟你说话呢。我听到他的那个285层的声音了，对，刚好285层。觉得那边好像被开了。完了，人都死完，快！什么？就只有一个？大黄的面子要给，一波过来，一波撤。复活家，哇哇，看得真爽。飞起来，小火龙打了这么久也才斩杀了一个人。